自称有 perfect pitch 嘅阿毛，第一轮就以跳唱表演得到五盏蓝灯入围。阿毛嘅歌声有冇令大家谂起一个旧朋友啊？阿毛令我谂起娃娃信啊，成个阿信咁啊！期望太多，注定难过啊！好难听啊，唔好意思啊！点解佢咁有自信噶？好飘啊！阿毛睇完网民嘅评论，嬲咗，所以决定唔回应呢件事啦。而为咗唔再俾人话佢似娃娃信，佢决定转埋表演添。嚟紧呢一轮咧，我就会拉小提琴啦。你觉得你哋小提琴系咪加分项目先？系啊，喺八年前嘅我，小提琴都系一个我最专长嘅项目嚟嘅。八年前，八年前，八年前，我系个靓仔添啦。高音的小提琴好刺耳啊！嗰個一拉就難受啦。可唔可以拉少啲啊？其實唔好拉啦，係咪我真係難受啊！想講，我梗係唔會唔拉啦。頭先突然間臨出之前咧，調弦走音走得好勁，跟住用曬所有時間嚟調音，跟住就完全冇熱到身，跟住啲手指好僵硬，即係我認今次真係超級差嘅，真係啲音走曬咁。系，即系想坚持落去。系啊，我本身琴日都 OK 嘅，因为咁坚持啊，咁啊，我希望贝多芬会保佑你啦吓。点解你要走翻条回头路啊？没有他，很想去捕捉他，摘了他，哪管他种在谁的家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